好，那么我意思说，我们会长第一次在世界台让大家见面啊，这是我们今年刚出炉的新会长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我们感谢我们蔡会长啊，谢谢。郑校长，各位与会的嘉宾，各位家长会的成员，学校的师生，各位家长，阿公、阿嬷、爸爸妈妈，大家好。会长好。今天一起跟东方国小69年的校庆活动，是一个很欢喜的日子。多谢各位嘉宾恁的莅临指导。今天大家会当伫个将欢庆69周年的校庆活动，除了爱感谢咱郑校长的领导，也要感谢各位长官、各位民意代表、各位来宾、各位家长们，你们的收听甲支持。今日伫个即个特别日子内底，我谨代表家长会在这边致上最大的敬意。家长会会秉持以往对学校的信念，团队共同来打拼，来让我们东方国小的所有小朋友的竞争力都是一级棒的，好不好呢？所以我在这里也要做一个微广告时间，家长会一直都是学校的支持者，那明年又是我们学校创校70周年，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学生有更好的资源、更好的教育，还有更好的设备，我希望说我们家长会的成员在明年校庆的时候，我们家长会会更大的茁壮、更大的坚强跟坚固。所以在这边希望各位亲爱的阿公、阿嬷、爸爸妈妈，可是咱有这个心意，希望咱大家共同和咱的家长会更大的壮大，来支持我们学校所有的活动，好吗？好。最后在这边祝福各位有一个尽兴愉快的一天，也祝福我们的大会圆满成功。谢谢各位来宾，希望大家事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会长给我们美丽啊，关会长啊。国语、台语啊，拢会晓拢点吼，台语讲到最后的吼，啊，国语讲得比我还字正腔圆哦。再次给我们会长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向我补充介绍。